首先我都要代表我哋中銀保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，多謝大會啦。咁今日頒咗個獎項俾我哋，咁而頭先亦都同阿總編都講啦，今日好開心，大家都即係真正疫情過後，除個口罩，大家面對面去食餐飯，大家去打個招呼，傾下偈。咁其實過往嗰三年，其實喺啲嘅投資或者經濟嗰方面咧，正如頭先陳副局長都亦都提及過，過往同未來有多好多唔同嘅挑戰，例如譬如綠色金融可持續發展嘅產品。咁而喺過往嗰幾年啦，我哋亦都係好開心喺個強積金嘅叫做計劃裡面啦，或者裡面嘅一啲嘅基金或者服務咧，我哋都力求創新或者轉變。咁而嚟緊我哋亦都會朝住呢個方向，去帶動一啲咧，譬如綠色金融、綠色經濟或者可持續發展嘅一啲嘅計劃啦，或者個基金個方面去回饋翻俾我哋嘅客户嘅。好啦，咁就最嬲尾啦，亦都喺度再一次啦，因為嚟緊中秋節啦，咁預祝大家中秋節快樂，亦都係身體健康。